我从那角度拍人多像的，就看起来就很多。对啊，主要是为了拍人多像。这是 P3 对，所以我对这系列没有到，不知道它美术很好。是 P3 的跟黄色，黄色是 P5 对，就是蓝色啊，有蓝色，蓝色是 P1 第二啊，第二。那现在就大雨还没被摸到。哇，我倒是捡到，哇，但是，哎呦，好像，抱歉，上次被都好像比较。没有用，这不是防的，防那个防那个划算炮，对，为什么叫划算炮？很划算，八万一，谈到安心价。听说这个好像是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是吗？听说这个雅，听说这个。这一次他好像很多那个 personal 会换，那这次其实在游戏也不算强，但是代表性就是一开始拿到了。大雨时间。那那也可以，那是那吗？那也可以杀，应该不是吧？空姐可以杀，但场中间可以杀，因为那也没有这么强。哎，贝尔，好，谢谢观众，艾尔，到了。哇，一下子就被救回来了。打屁股这样子，这是刀我被，对，然后被一级杀，对，我这个心情，心情一定要准备。肌肉肌，可能过分升级，过 GI 了。我是处的，我记得处。进手对。哦，有，所以刚刚是没接好。这周可能都会很优秀。我感觉到一个，哎呦天哪！如果下去的是中黑就好了。哎，颜色還以为自己赢了，然后不管他了。然后库车送回家。他送回家。送回家，他超好笑。可以有什么？这是玩家们的心血制作的关卡。
那歌好多、哦。其实这台主机应该是酷特的，应该是酷特的没错。对。是用勇者。哦，忍了一下。好的。哇，不划算，这个不划算，这不划算。我划算抛更划算。哎呦，漂亮！主要是库特，因为库特他露出那个露出头。对啊，因为上面没有任何东西。打左右的话被反被打，我们捡好没有爆了。哎呦再抓一次。大雨怎么没有了？哇，都没有。不的确啊，在封令的状态下，大勇者还是压力会比较大。加还是戴克尔。贝尔蒂。啊！哇，真的一下就被逆转了。有了，好，回到一文，对，没有跳走。哇，连串。你知道我打野，血这么鸟吗？我补个血。等一下，两边都 buff。我再跳回来。哎呦，这个刚好还好拿到。哎呦，不能再防御，被爆盾。哎呦，还跳，因为他那个面跳。有53%的机，对啊，勇者如果离边境近的话，拿到高几率是有53%的机，还蛮高的。啊，回到 PN2 没有怪怪的关卡。
啊，一开始就卡不是三十，三十五趴的，谁划算放比较划算？比谁的划算吗？划算更划算。勇者使出了更划算的最后。哎呀，那个黄金教授，好有道理。好，划算放不用。划算会不会防御啊？封印。不接受你的划算，你不够划算了，不要了。棒！哦！哇，蓄力加增强攻击，所以击飞力也被提升了，所以就飞出去了。现在看大云能拿多少，现在变成无敌了，无敌黄金闪光人啊，然后就死。这是成为赛亚人的概念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。现在，哦，还有一个 buff， 上次。这其实很难，对，只要自己percent越高，越有及时的那个几率在。Focus, focus， 没有。哎呦！哎呦！啊！吓死妹真好痛，发光哎、欸，好恐怖、哦！发那黄啊，这个回得来吗？没有。好，现在 even 虽然其实我对于有没有人去开发勇者的什么东西还没有去注意过，但有好像并没有很强的玩，就是国际玩家在开发这个角色，有一个啦，但他成绩没有说特别好。哎呦，欸、他自己不是专门 hero， 所以其实要讲也蛮困难的。哎呦，为他直接接那个。哦哟、啊，为什么看起来不会死，很死？可是大鱼还是很稳的，慢慢接回来。他只要没有中那些。奇怪的东西，其实基本上还是比较稳，比较稳。哇，接了个什么？嗯嗯。我看，他们都懒得，然后懒得。Hero。可不可以还是勇者到底？是来到了神殿，其实我还蛮喜欢神殿有一个。库特旁边手边发石头，对，嗯，很恐怖。因为我觉得大鱼跳都会好，跳的时间点一直在这边，对。然后着地的瞬间再做一个攻击。
所以你马上又可以更下一个东西。对，就是虽然你滚，然后也可以马上抓抓人。我觉得这是好厉害的一个。有了，我以为他还接的。应该是要保留那个力道在。主要是手边。哇哦！接什么？抓到了，钓到一条鱼，从空中飞下来。这个勇者的确是蛮像的，对，太像海洋生物。不给你用花钻炮，先丢我了。有了。哦，是啊，亚森寨是可以用。对，亚森寨。但是角色性来说，我觉得他应该算是蛮好玩的，算好玩的。The Hero 吗？就是说 Joker。Joker 其实已经慢慢开始开发，就是他现在已经有一个该他该怎么打的，好像有一个方法。因为我这个他不太，因为他那个补偿的刀是没有几个。Joker 你选刀士吗？勇者。哦，勇者。但我觉得他不是烂，因为他的那个他就是有个像艾克的那个 neutral two， 但你也不会说艾克的 neutral 不好。我要跟艾克一样是他有很多大炮。哎呦，哇，这是什么 buff？ 啊，这是什么 buff？我换了安倍手机，果然在场外用手机很厉害，抓那个空气。哦哟，好恐怖！对，他刚刚入大雨跳，他就中了35%的空气。如果是我一定会跳。哇，35%，87了。还有，周丽丽。马上跑。现在已经开始可以乱跑。哎呦，划算！我的比较划算，没有了。啊！划算电源没有。糟了，那亚森不见了。我现在很痛苦，勇者又蛮重。对，但是其实大鱼聊也是。就可能黑豹比较差，比贝利比较小。阿沙米就是用那个，就是那个接机。太快了，可以抓一下。哎呦！哇！又活了！哇！上墙！哇！2-2平手。2-2。好，2-2，他们做一场，输到loser。就是
嗯。终点，两个人都很喜欢终点。对。我也不是确定这个 matchup 谁会比较喜欢大草。可能是 Joker 比较喜欢。我觉得两个都应该都不太喜欢大场。大场地的话对 Joker 还不利，主要是没有平台飞行道具比较可怕，对，你比较容易能猜人家会做电影。大现在那个接得很稳，对啊，现在没有魔了，然后那个卡顿对，如果我被这样偷掉，我超生气。对，真的。然后亚森出来了，丢了一个华双帕，二十发的华双帕。哎，往内滚。哦。能反到这个，我觉得好强。应该说是 Joker 的反击太。太强了，哦，还没死。哦，那什么，丢死了。因为我没有注意，我忘记库特有字面一命这件事情。我刚刚没摸死。对。对，我想说完了，两个又最后一命了。没有，那个大鱼还有一个，就是大鱼还有一个。哦，又出来了。哎呦，差一点！这被 Joker 抓到，我真的完全没办法动，动什么都不对。那你应该还是不能放弃，翻盘几率太高了。哎呦！哎呦！有啊！哦，有啊！哇！真可怕！